你眼中的别人。好久没见了，明天去逛街吧，约一个。不行哎，我最近在巴黎参加时装周呢。啊，恭喜你恭喜你，那我们回来约。他好厉害呀，能接到这样的邀约，我却一条广告都没有。你看，快看，哇，他居然被母校邀请回去办讲座了。他好棒啊，可是母校也把我忘记了吧。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主持人大赛现场。哇，他们都好强啊。小盼，你怎么不去参加主持人大赛啊？我哪行啊，我怎么行啊，想到都紧张。别人眼中的你。姐姐，我是进来的实习生。啊，你好，超级喜欢你，我就是因为你才报考的播音主持。谢谢你。超级喜欢你。喜欢谁？喜欢温柔姐姐。喜欢这个是吗？对，喜欢大发师，就是他那个很搞笑。搞笑。我感觉没有什么不行。潘老师，这次活动就拜托你了，虽然是小活动，但是是我们整个县最大的活动了。您放心，我肯定全力以